分手啊！姐，帮我！站住！说那个渣男去哪儿了？我是不会出卖我兄弟的。哦，是吗？有，但我有点儿低血糖。找着你年轻人，听老夫一劝，跟你一劫不一劫。他给我闺蜜穿小鞋，你劝我妥协，你是他孙子，他是你爷。你是哪个没刷牙？去一杯天上的水，找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。你要下午茶。我只是一位风一样的女人，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，有的时候麻烦轻一点。哈哈哈！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就决斗吧。好的，一场激烈比赛正在进行，率先出牌的是我们的红方。我闺蜜身材一流，我海归学历，我闺蜜勤俭持家，我有车有房。比赛已经进行到僵持阶段，红方准备用出最后一张牌了吧？看来这并不是一张好牌呀、啊！哎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居然是传说中的隔空换牌，哎，失败了呀！等等，这是你闺蜜吗？没想到她还有这么美的一面。什么？居然是王七利用手汗把素颜照实时涂成裸露艺术照？我不要分手，快带我去见她，我要跟她结婚。那么我宣布比赛，红方获胜。嫁给我吧，小宝贝。哎呀，讨厌，你好会。世界上又多了一对苦命鸳鸯。